我带你出去。知道，你是赤了雄心暴死他，敢动我的女朋友。老李，这就交给你们，让他后悔投胎做人。是，楚座。没事吧，楚曼？我带你出去。知道我出事的，太近距离会窒息，相爱忧伤才是抽离，刻骨铭心又怎能。这回叫你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安静，你是我世界陌生他语。你什么时候叫过我老公？所以这条信息肯定不是你发的。好了，没事了，老李已经报警了，以后不会再有人欺负你了。奇怪，我的心跳突然跳得很快，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。嗯，那是因为我吗？是。嗯，你可能是担心我吧。原来这个叫做担心啊。你以后不要再让我担心你了好不好？外面的世界很危险，辞职回来吧。啊，楚曼。敏敏，怎么又来上班了？不记得昨天晚上我跟你说过的话了吗？那我们之前还有过赌约呢，你也不记得了？我才是游戏规则的制定人，我决定了，我要把公司关掉。还有，我已经下达了封杀令，在珠宝设计里面你是找不到第二份工作的。敏敏，你不要怪我，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保护你。这是保护还是圈养啊？我怎么可能不怪你啊？你根本就是不讲道理嘛，我们之前还有过赌约的，你现在这样就是言而无信。放肆！我就是道理。还有，把这身衣服换掉，以后不要再穿。凭什么？因为我不喜欢。楚曼，我爱穿的衣服谁也管不着。还有，今天这班我上定了。你，敏敏，我觉得这份设计这个地方可以再改一下。嗯，
其实我觉得这几个地方也可以再精简一点。对，因为这个材质不太适合坐在这里。嗯，整体都很不错，配色我觉得做的特别好。咱们这次，好，那我下午统一改一下。嗯，嗯。妹妹，嫁给我吧。什么？我说，嫁给我吧。嫁给他。明明啊，我是张修，我们几个老同学组了个局，要不要来聚一下？啊，楚曼。我勒令你，不许再和这个人来往。楚曼，你冷静一点，手机还我，还给我。明天我会送你一部新的手机，还有一个新的电话号码。这部手机，你别想再见到它。楚曼，楚曼，楚总，楚曼，我的手机呢？这是你的新手机。我不要这个，我要我自己的那部。你的旧手机被我扔了。我说，我也能哭成你这样吗？上一句。我说，你怎么能哭得这么丑？